微笑招手有够亲切，他们是永和河滨里的志工，维护巷弄街道不遗余力，更把自己 DIY 的花器巧妙与社区结合。去年环境评比获得四星，成绩虽然不错，但他们却把目标放得更远。里长带头号召，每个人用心投入，终于通过五星认证。去年还得到四颗星，今年拼五颗星，结果不让我们这些乡亲还有我们的义工大家失望，我们真的得到五颗星，大家都很开心。不断在绿美化花巧思，发挥许多资源回收再利用的创意，永和河滨里街道干净又整齐，像是符合路气象，是大家心中的博朗大道。李明最爱在他们的金城武术下乘凉聊天。下午的时候它就是树荫就已经遮住了嘛，所以说我们如果走到那边的话，我们都站在那边给它这样观赏一下，这样一起为河滨里生活环境努力，也加深彼此对土地的认同感。这里的一花一草都有志工满满的爱心，才可以成长茁壮，让里上空间不再有脏乱死角。退休之后我们做这个跟着我们里长这样子哈，很好哦，不会说无聊在家里哦，每退休之后没有事事做啊，跟着他这样子做，我们就是很高兴很好。曾经里面有跟我讲说啊，里长自从你出来带领这些义工哦，你们我们这边河滨里已经变成环境都非常的干净，而非常的美丽哦，蚊虫也比较少了，现在已经真的非常的干净这样哦。我也感谢他，我们乡亲哦，大家的配合这样。永和河滨里靠着热心英雄来帮忙，积极响应环保活动，打造家园新亮点。爱家爱乡土的心，就像墙上的手工风车，永不停止。中央新闻陈佳云永和报道。